耿直男之大熊和揍神之一指，出自 Lay Roddy 公开录音与公开声放送第二场 Number 10字幕组的片段。私たちの回答はせーの4番。ちょっとエモリが悪いわけじゃないよこれ。这位漂亮的小姐姐叫大熊合奏，是 Love Live 企划第四代新团里 Ella 的成员，若菜四季的声优。之后 UP 主艾米莉亚 Amelia MT 将这一段内容切片出来，单独看这个视频虽然也很搞笑，但是当这个视频出现在首页推荐左边的时候，封面上的表情和动作都像是在嘲讽右边的视频，或者两个视频封面组合在一起，喜剧效果十足，不管右边是什么内容都十分搞笑，而这个梗的搞笑程度也会随着右边的视频内容而不断提升。例如这些，既然是名场面，当然也少不了被鬼畜区 UP 主作为素材的宿命，许多鬼畜作品也随之出现了，例如这些。有惊喜哦。